第十三题1到15题都很简单，甚至没有什么意义。十三题说，钠和硫在空气中燃烧时的火焰颜色分别为何？这纯粹是死背的。我们以前教过，钠燃烧的火焰是黄色，而硫燃烧的实验是蓝紫色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钠和硫在空气中燃烧时的火焰颜色分别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钠是黄色，硫是蓝紫色。